世纪，雄狮在欧美大陆傲然苏醒，那一道雷霆万钧，摧枯拉朽将四方肃清。星际人相信制度文明，自由科学与理性，是普罗米修斯道火与共鸣。历史的列车呼啸而来，鸣响了汽笛，在响着跟前方逝去。就让武装警察身在法国乱象，让君主理性制度在英国生长，让独立战争在美国大象生长，让启蒙运动为就让迷惑的民主能得以解放，让热烈修的心灵一个篇章，历史家不该再回想他为人们指引方向。掀起一场不平则鸣，在开启黑夜之后是波罗米修斯道火与共鸣，巨变冲击之下，历史心脏成贝罗比，这一夜还未完待续。就让穆斯丘批判腐朽的雕像，让伏尔泰传播启蒙的思想，让卢梭解释新纪元是不可能，让康德的哲思照亮西方。就让薛岗推动成为历史的主角担当，让信念能落地生根，让精神能展翅回翔。等待一枪子弹已准备上膛，等待一枪子弹已装备上膛，新的纪元昭示着新的锋芒，新的纪元就让武装起义枪支在法国乱响，让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生长，让独立战争在美国大厦生长，让启蒙运动为之起航。就让被压迫的民族能得以解放，让热烈守护的心灵一个篇章，历史家不爱再回想他为之引新的方向。历史的进程，请听着第一声。Oh